它是胶原饮界的爱马仕。我先呢，请大家打开来喝喝看。好，你喝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的珍贵。期待。为什么呢？医师娘就偷偷放在包包里呢？你会发现呢，我们市面上是不是喝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胶原饮？你有喝过这么浓的吗？我想杀了，给抢什么？哎，超级浓，对不对？就是是有那种浓稠的，比较稠一点点的口感。对。那杰凡希的 HA Q10 胶原饮，首先呢，各位现在看一次呢，少一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非常珍贵哦。你知道是哪里才看得到它吗？就全台湾的医疗院所，很厉害的医美诊所，你会发现呢，你们医生怎么都偷偷在喝这个啊？你们的医生娘怎么都从包包里拿出来在喝这个，都没有跟我们讲，就是它。因为呢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哦。它非常有质感，而且满满的日文，因为呢它来自于日本，而且呢最厉害的是它里面呢，它整个商品是拿到了日本特许厅的特许字号。讲到全世界最难拿的就是日本特许，你知道那个日本特许，如果你今天生产一个产品，你要申请日本特许，那不是一时半刻，你可能要花好几年，经过很严格的审核、审核再审核，你才拿到这个特许字号。它是胶原饮界的爱马仕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三大的这个专利成分，第一个就是 Q10， 你知道这个辅酵素 Q10， 它可以帮助我们代谢，或者是像我们职业妇女啊，在外面工作，回家又要带小孩，所以你要常常保持这个很有 energy Q10。哎，你那个有没有要喝到这样？我就问你，真的太好喝了。它用的是小分子水解的胶原蛋白，所以你喝进去之后呢，它就马上会被人体所吸收。重点是它里面有10000毫克，然后再来呢，还有一个专利的成分，就是玻尿酸。这个玻尿酸呢，它叫做日本专利复方的多糖体 HADS mucus。厉害在哪里呢？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的皮肤呢喝下去之后，有了胶原蛋白，有这多糖体玻尿酸的搭配，复合的配方就让我们端端的。所以你知道它有这个我们台湾知名的药厂来帮他们做背书、做后盾，所以你买下来就非常非常的安心。我觉得非常棒的是，如果你今天是要出国，或者是呢你今天呢是要像我们要出外景，没有办法带这么多瓶瓶罐罐很重的话，其实它有出这个。太精致了，一样是杰凡希的胶原蛋白，它是出定状的，你就可以用定状来保养。然后像现在秋冬啊，不是天气变很冷嘛，你更需要这样子的这个胶原蛋白小分子，让你好吸收。所以我觉得，不只是外面要漂亮，你要从内而外散发自信、散发漂亮，它就最方便了。